身穿蓝色衬衫的男子是中山分局侦查队长林鸿基。三年前参加私人招待所餐叙，却被拍下这张疑似聚赌照片。前中山分局侦查队长林鸿基三年前受到邱姓茶叶商的邀约，值班日跑到这一间私人招待所，表面上看起来像是办公大楼，实际上却暗藏玄机。原来这张照片是在2019年7月拍下，地点在内湖一间私人招待所。除了林鸿基之外，还有邱姓茶叶商，最左边的黑衣男也被认出有刑警身份，是任职于新北市刑大的陈姓小队长。与在场人士饮酒后，一时兴起，把玩天酒牌，唯无盈利抽头情事，经报请警察局督察室查证属实。警官涉及出入不当场所，北市警局火速处分，先记林鸿基一大过，再调离主管职。新北刑大陈姓小队长则是小过一只。我感觉苏定没来，我觉得他一定会被谴责啦。警纪丑闻连环报在国会也引发讨论，主管机关内政部强调，不该让少数同仁的违纪行为让警戒蒙羞。警察同仁如果涉及到警纪案件或者是不当的行为，往往如果有心人士的一个留存，那绝对对这个团体一个伤害。点出关键，事隔三年才被踢爆，显然有人刻意保留影像资料，在幕后操控。刑警涉赌遭拔关重惩，陈年往事被翻出来，也让警界议论纷纷。记者人是廖伟、赵一杰、杨仁敦、黄若荣采访报道。